消息来了，荣升馆长，纽约曼哈顿公共图书馆馆长。对我来说，这算是一个说得过去的位置。辛勤努力总算没有付之东流，感谢上帝，让我在工作这块绿洲上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安慰。今天搬进馆长办公室，勋帮助选的地毯和油漆，加上重新组合的家具，一切焕然一新。下班后，与勋去看曼哈顿对面中央公园的公寓，感觉不错。二楼可以看到大片树林和水库，一楼虽然不能看到全景，但阳光充足，开价290万美金。勋说钱不是问题。今天特意请假，与勋一起去买婚戒。结婚20年，第一次戴婚戒，感觉有点像新婚。10年前的今天，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美妙的声音像天籁一样。10年来，她以孩子的纯洁天真，伴着我度过人生的喜怒哀乐，而我也在对她的无私给予中体验到人生的真谛。看来这是一个成功之家，房子坐落在纽约最昂贵的长岛住宅区里。女主人陈尚宇是纽约大学艺术教育博士，在曼哈顿图书馆工作不到10年就升任馆长。男主人金勋是一位创业有成的企业家，他拥有的 AEE 快递公司已经成为美中之间最大的华人快递公司，仅次于美国的 FedEx、UPS、DHL 以及荷兰的 TNT。 女儿 Felicia 是这个家中美丽聪慧的小天使，总是给自豪的父母带来喜悦和欢乐。假如人们的幸福是建立在事业、财富、学位和地位之上，假如成功是幸福的同义词，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家庭将永远的幸福下去。可惜事实不是这样。有一天，同样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同样在这间明朗的办公室里，一位不速之客闯进来，告诉了陈尚宇一件他最怕听到的事：丈夫和他有婚外情。虽然陈尚宇镇定自若地处理了这件事，可他的心再也不能像先前一样平静了。含泪度过一天，我的心一阵沮丧，一阵烦躁，信心的碎片落满地。上帝啊，难道是你在我和勋的婚姻中刻意安排了一个悲剧的主角，长达8年之久？难道是你刻意借长长的悲剧开通我们彼此的心锁？难道是你在用创伤隔除我的骄傲，把我的尊严踩得稀烂？事业是我生命的稻草，女儿是我存活的原因，可爱呢？喜乐呢？我与勋之间还有爱的希望吗？
在财富和事业占据我家以前，我们曾有过甜蜜的爱。那时虽然前途茫茫，想法幼稚，但我们的心灵没有被浑浊的欲望吞噬。车慢慢地向前移，看不见你了，我仍久久地凝视着窗外，就好像凝视着你。你的嘴角充满了自信，你那笑了一半的含蓄混合着善良和蔑视，你半睁着眼，把整个世界尽收眼底。上天把你赐给我，我常问自己是否受之有愧。我原本是如此微不足道，除了外婆慈爱的庇护和一点向善的心，便一无所有了。可现在海风大的时候，我会想有我的勋呢，夜色浓重的时候，我会想有勋在呢，海色美好的时候，我会想阿勋快来看。人间的爱情常常是盲目的，因为它越是热烈而专注，就越是忽略其他一切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忽略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不可靠性和习以为常的贪欲。这一对情侣也不例外，在他们甜蜜的憧憬里，已经为日后的苦果悄悄埋下了种子。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我们将它捏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在我们的爱恋中，我愿把这句话送给你，因为这是我们共捏的命运。当我的手指触着你的手指，我知道我们正捏着一个幸福、光明、温暖的甜蜜乡。茫茫人海，找寻快乐美梦，无伤痛，无怨恨，没泪容。流浪在世间，试图找绚丽彩虹，但千山走遍也不直到一天，我在城市寻到你，彷徨空虚，悄然消失眼里。与你有缘，是我毕生的福气。如黑夜尽头，呈现晨曦。我出生那年呢，正好是人类登上月球，所以我的名字叫尚宇。我在华东师大呢，读的是英美文学。华师大毕业以后，后来我就考上了交大，读完了以后我就被分到浙大教书，教英文。陈尚宇是经同学牵线与金勋认识的，在书信来往中，他被金勋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吸引住了。当时金勋是浙江美院的一名本科生，美院里面比较开放一点，接触的不像其他大学里的学生啊，比较规矩，比较保守一点，所以其实我这个美院里面还基本上属于保守的一位，跟我太太还是第一个谈恋爱，所以在美院里面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有点不大相信，形式上面肯定是我主动追她了，但其实我想他追我的可能成分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太太当面说他不承认，背后我不知道他在怎么讲，我不知道。我应该说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主动去看金勋。我去看他，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有失望，因为他的字实在太漂亮，相对他的字来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现在那么英俊啊，穿的衣服土里土气的，头发留的比较长的美院的这种雅痞的东西在这上面。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到金勋的美院的时候，有一顿早餐，他把所有的食堂里的东西各买一份，在我前面堆了一大堆的食物。我当时心里有点受感动，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憨呢，
我当时就下决心跟他试试看吧。我们第一次我们互相握着手，一握着手的时候就觉得心灵相通，我觉得他的手会讲话，觉得他能读懂我的心。人们说，当女人动心的时候，男人在动脑。这话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却应验在大部分恋爱男女甚至结发夫妻身上。我在浙江美院想出国，所以呢，他在英语上面还有呢，对出国上面呢，他有好多的那个圈子在上面呢，也可以帮上我的忙。所以呢，我们两个呢，在这个时候接触就比较多一点。那在一年以后，我们出国了。我们出来以前，我们两个结婚了，就是办喜酒了。我们当时结婚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我当时送给金勋两颗相思豆，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怎么会送给他两颗相思豆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对不对？所以金勋跟我现在两个人呢，真的是两地相思啊，被我当时给搞砸了。到了美国，我来的时候呢，背了两三百张我的画过来。到美国我就想得很天真啊，一到美国我就可以办画展，我把画卖了以后我就可以生存了。我就跟那个画廊的那个主人来接触啊，他说可以啊，他说我给你办画展，简单的很啊，我给你办40张画展啊，40张画框呢你出钱，那我出场地，60块钱一个的画框。那我身边带来的拢共只有600美金，10个画框都不能买。想继续在画上走第二步路呢，就去到街上啊，公园里面去画像，20块钱、30块钱一个人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艺术，警察还要赶你。我记得以后呢，有人告诉我，他说在美国要画画谋生的话，要么你家里很有钱，啊支持你；另外呢，要么你有病，叫非画不可。其实当时这两个我可能都不具备条件，所以以后呢改了一个主意啊，算了，就直接到餐馆里去打工嘛。阿勋打工去了，国内没带音乐来，听到的只是外面浑浊的汽车马达声，外面绿树在阳光里摇曳，室内却透不进一丝阳光来。大学的讲台恐怕再也上不去了，这里等着的是保姆、招待之类的活，挣来的钱付了学费和房租，所剩无几。阿勋苦了4个月，收支拉平，没赚什么钱，英语是 F。 过来的时候呢，我是读旧金山艺术学院，但是我的英文不好，他给我前面带了1年的语言学校。到那个语言呢，其实哪里有学语言呢？我到了餐馆里打工，这些都是跟中国人在一起学的，全是中文。到了纽约来以后呢，他学了1年半的英语，才让我的托福考过去。以后改了一个专业，读了那个艺术设计，叫 Computer Graphics。今天我开始正式做女招待了，挣了52美元，没有点错一个菜，账单也没错。就这样顶过来了，可笑容在招待吃客们时都用尽了。厨房大师傅的马屁要拍，收碗盘的也要叫阿公，对外面冷脸的同事要舔嘴。总而言之，你不再是你自己了。好一阵子，从中国带出来的梦都破灭了，只剩下打工挣钱回家，身心都疲倦了，只有泪流不干。有的时候啊，就是累的，你简直就是说你头都竖不起来，就趴在那个桌子上，然后趴着那个厨房大师傅，很又粗又大，看了你那副样子，他说什么样子，
趴那儿，不像样啊，把我吹起来又去打。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心里觉得悲哀，那就不要说了，就累得你眼泪就哗啦哗啦，就一边洗澡一边眼泪就掉下来。我在外面受苦的东西呢，我心里都有底，我会抵得住。那看着他这样熬不住的时候，就是我里面心里面呢也这个那一种心痛也好啊，要对自己呢有一种好像有一种自责，因为本来在中国的话，我们都应该可以，我们男的可以支撑多一点。到了美国以后，现在他也跟我平等去分担这个生活中间的一种苦啊。昨晚打工回家，半夜三更了，阿勋一定要拖我去溜一圈车，不忍扫他的兴，无奈地跟了去，紧张兮兮地兜了一圈回来，放平了车内的座椅，总算有了一方自己的天。3300块不算太旧，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房子多好。阿勋说会有的，车子还没清理，明天给他买些装饰物好吗？阿勋说明天我是最顺服的车夫。来的时候呢，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消费，住在地下室，两个人一起打工，一个月下来我们都有4000-5000块钱，两年下来就可以可能有10万块钱好赚了。我出来的时候，万元户在国内已经是很了不起了。那我就在算了，我说，哎，10万块钱赚到以后，我们存在银行里还可以拿利息呢。所以当时就是只有一个梦想，说我存钱拿利息，在美国过生活不错。等到我们读书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说要做百万富翁的。下个星期一就要开始工作了，这是来美后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在纽约公立图书馆中国城分馆。馆内的气氛要比外面的世界清爽许多，没毕业就找到工作，在中国学生中还是第一个，可见努力没有白费。近来常觉得这世上应该多一个最可亲的人，大概是该有个孩子了。这时候呢，我回国去了一次。回国的时候呢，就是我有几个同学，他们搞设计的，变成了一个做丝绸公司里面的经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他们来鼓动我，跟我呢，就说出来主意啊，国内的他们可以把这些服装呢先给我，我在这个地方卖完了以后再把钱还给他。所以就这么一个基础一个条件呢，到了美国，我回到美国呢就开始做服装。第一年下来我都不知道，我做了8-9百万的那个服装生意。那个时候的服装还有30%-40%的利润，都一不小心就上了百万富翁了。第二年的时候我做得更大。今天做了怀孕测试，有喜。这孩子来的正是时候，工作刚换好，房子下个月要搬了，博士论文第一稿完成，等明年春天论文答辩时，小孩也该出世了。一切按计划进行，帽子、孩子一起来。35岁以前，人生重大的事都完成了。下一步是更上一层楼的事儿了，更宽敞的房子，换更好的工作，好好享受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光。那个时候呢，我们做了这个快递，那快递里面呢也是这样起步的。我们快递有偶然的一次，我们所有的东西不是要寄，都要样品要寄回中国，是叫 FedEx 寄。这 FedEx 有一次把我的一个订单很要紧的东西把我寄掉了，那我有一个订单，这个10万块钱美金的订单，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他把我掉了以后，这个订单就没了，所以当时很火，
一气之下说，好，算了，我开个快递公司把你打下来。所以就是当时这么 一气之下开了那个快递公司。当然了，这个我们也确确实实了解到，因为快递公司里面的也其他的人也需要这种服务。因为我们这个公司开出来有几个特点在上面，一个呢就是我们价钱比 FedEx 便宜，时间呢比 FedEx 快，又一个呢我们又是中国人，用中国那个我们的国语来服务。所以这几点呢都是当时 FedEx 啊，不知道包括现在他们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前面呢一下去的前三年呢也跟我做服装一样，很容易的赚到钱。女儿弗丽莎第一个圣诞，清晨殷红的圣诞红叶下，小宝贝灿烂地笑着，我与阿勋俯身望着，无法相信圣诞老人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的心情像闪耀在圣诞红叶上的阳光，我与阿勋在阳光下度过圣诞日。我捧着小心肝喂奶，阿勋坐在对面讲他童年的故事，吸奶声和故事声交织成人间最美好的音乐。人们常说有得必有失，既然如此，权衡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很可惜，由于世界是迷幻的，人是盲目的，所以人常常在自己的执着中丧失自己，常常在某一种成功中彻底失败。金勋和尚宇一家的痛苦正是从他们发家时开始的。自从金勋开始做生意以后，我们刚开始结婚的那种很相亲相爱的感觉就慢慢的淡了，生活上面天昏地暗，没有一顿饭是不被电话打搅。睡觉的时候，我要睡觉的时候，金勋在打电话；我在要读书、要写功课的时候，金勋在打电话。当时我跟金勋，我们说好的，十年，给他十年时间，做完了以后停，过正常日子。当然了，十年以后停得掉吗？没有办法停，已经上了这个飞盘了，已经下都下不来。晚上十一二点回家，白天根本见不到，不要说吃晚饭，见面都见不到。经常回国，那个时候我一个人拉扯着这个小孩，然后我自己一份工作。这个三四年在中国大陆时间超过一半以上，这个时候呢，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去发展，那就是把我们的网络做起来。因为快递以前开始的时候都是两点一线嘛，从美国的港口到中国的港口，中国的港口以后都叫国内去帮我们派送了。以后呢，我们觉得呢，这个是需要一个自己的网络，以我们自己在全国主要的城市布我们自己的网络，所以我们这个投入也大，精力也大。这个是第四、第五年，是我们公司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年头。所以我们到了第六年的时候啊，中国的海关有个记录，说我们的出口量从中国出到美国，一个出口量的占了 FedEx 的25%左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阿勋又去了中国，将来分离的日子还会更多，即使在身边，也不可能留给我以往那样的空间了。生活单调而无趣，觉得不幸而无奈。阿勋做生意正在兴头上，似乎并不在乎我的感觉。自92年他开始做生意以来，夫妻不能同睡，不能同吃，婚姻已走进了危机。还能持续多久呢？这样的日子过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尽量安慰自己，多想也无益，叹一口气，还是找书为伴吧。呜呼，悲凉人生，这就是主题，逃也逃不开。
做生意的过程啊，我得到的回报比较多。一个我做的还好，就是算是成功的。成功的有两样嘛，一样你的事业上面别人给你肯定，另外一个带来的经济上面的一个收入。但是呢，在做的过程中确实有点身不由己，家里就基本上就时间很少，即使在一起也是整天是在事业上。我太太在这个不满，其实我自己也理解到，哭也哭过，闹也闹过，说也说过，反正就是说各种办法一点用处都没有。到最后他钱赚的已经蛮多了，不需要这样了，他也已经就是说可以称他自己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了，他还是继续这样。有一天狂风暴雨，那个房子那个客厅那个地方有一半那个屋顶塌下来了，然后一会儿那个水不通了，一会儿那个电话不响了，一会儿电视机又不行了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就是男人在家里要需要做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啊。有的时候就在想，这个夫妻夫妻嘛，就是相伴嘛才算是夫妻。对于事业日正中天常年奔波在外的丈夫，尚宇无可奈何，他想用自己的学业和事业来充满自己，用专心抚养女儿来安慰自己。然而女人毕竟是女人，她无法让自己的敏感变成麻木，钱财更不能取代丈夫。常听说世上爱美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真素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曾有。宝宝第一次为了爸爸离开而哭泣流泪，很不幸他开始有感情，人生的悲喜剧叫他看见了。不知阿勋有无感觉，他说是为了家，他说只是暂时。女儿在圣诞树下放了一张许愿卡，打开一看只有一句话，希望爸爸在家过圣诞节。在灯下母女俩共度一个安静的晚上，十岁的女儿做完了作业，画了一幅谜一样的画，千万条线纠结在一起，正中是一颗星，他在空白处写下了惊人的哲思。生命的奥妙就藏在烦恼、困惑和忧伤里，但是如果你能从这些不好的心情里逃出来，你就战胜了他们，并找到了你真正寻找的东西。如果你不把错误当成错误，它就不是什么错误，而只不过是你不喜欢而已。你可以用饶恕、忘却、喜乐和仁慈来修正它。如果你把什么都看成错误，你的一生不会有幸福的。这是我十岁的女儿写的吗？我看着她在一刻钟之内写了这样两段关于人生的奥秘，这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什么让她这样早熟？如果说人人都有自己不可抗拒的命运，那么上帝的爱就在于，当你命中注定的苦难来临时，他总会及时赶到你面前，让你从对他的仰望中获取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足以使你平安地度过苦难，并将一时的苦难化作永远的祝福。我们搬到这边来的时候，我在找中文学校，有一天突然我们家出现了一个小女孩，长得很美，
她名字叫安琪，我就问她，我说你住哪里啊？她说我就是你们家的邻居啊。第二天她的妈妈出现了，她的妈妈就说，哦，她说我们这边教会就有中文学校啊，你可不可以过来到我们教会里来啊。然后她的妈妈第二天就把我带到她的那教会去了。那中文学校进了以后，那么我们跟这基督徒呢就有接触，因为我们每次要把小孩接回来嘛，我们接触了有大约有好几个月。有一次呢，来了一个，我们叫她谭英姐，马上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她说：“哎呦，你这个房子这么漂亮，这么好的一个风景在你上面。”她说：“来来来，我来做个祷告。”第一次我被她的祷告内容被他吸引了。他的祷告内容，他赞美人，赞美神，赞美环境，所有东西都是给你一个正面的。我从那个时候以后呢，把他们请到我家里来，那么他们呢把我们就融入了这个团体里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就是很自然的跟他们接触，我们受到的一种感动的呢，就是说神在他们身上是通过他们的言行活出来。所以我们开放家庭从无怨无悔，当然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有，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受益匪浅。突然到我办公室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女孩子，是她单位的，来了劈头就问，她说你知不知道的我跟向有八年的关系。我一下子愣了啊，八年的关系啊，其实我也觉得不惊奇，因为金勋我感觉到他对家里的关怀不正常。七八年以前有一个女的跟我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段经历，那么当然我后面呢是其实我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特别是三年以前接触到教会以后，我把这件事情呢当成是一个我埋在心里面一个积在里面的一种罪恶一样。他去直接找我太太，是报复性的。这些事情他怎么解释我信不信都是没有什么意义，事情都过去了啊。那我现在想看的呢，就是说我们的将来在主的祝福下还有没有前途。那段日子里面是我平生中最难过的一个感情上面的一个过程。我根本那天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要回家要跟太太我要进家门的时候，我在外面整整坐了三个小时，不知道怎么进。这是我经历中间最一种尖锐的痛苦啊。我体重就是一直的向下降，活下去的这个念头越来越薄弱。有一天早上起来就突然吐了一口血出来，我想吐口血可能要么里面鼻血流下来啊，也就算了，也没去惊了一下，也没去管它。第二口血吐出来的时候，我想哎呀真的完了啊。那我就想着我对生命没有留恋，我就是明天走了也没有问题，但是宝宝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谁也靠不住，那就是我天天在读圣经。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那个时候上帝天天在跟我讲话，
他是天上的父，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抱着圣经，就好像抱着天上的父一样。我只是说，我错了，希望我跟我太太从这个阴影里早点走出。我希望我以后在任何一种诱惑面前，给我一种力量，让我抵住诱惑。女孩子出现的前一周，雅各小组叫我主讲一个 topic， 就是饶恕、宽恕。我看了一本书，然后我就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就讲给大家听。讲完了以后，一个星期马上用到。马上用到。因为当时如果没有主里面这个教我怎么饶恕的话，我想 我可能会更加极端一点了。神大概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然后就说要提醒我，然后要装备我，预备我。夜空初雪西尽，雨结冰清，心向静谧。冬至将万种起腻投书在无暇的天地。茫茫的大地写满了来自天上的爱情，千古大地刻上了祝福的印记。无私无欲无忧无求无欲，静静观看天间飘落的朵朵神迹。是的，一定有一位站在人生之上，俯视着人生全程的神。他在冥冥之中用看不见的灵手引导着他的儿女们。上宇和金勋都有一颗敏锐而顺服的灵魂，于是一根恍如绑在风筝上的线早就一直牵引着他们。他们虽然时有偏离，却总没有争断过。我摘下校徽走出校门，似乎已听到远处教堂的钟声。夜静静的，秋风沁入肌肤，感到一阵寒冷。路旁的灯光投到我身上，拉出颀长的身影，在灰白的马路上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它不久就要投到那块圣地上了。我默默地想着，加快了脚步。教堂树立在我眼前，它是如此雄伟古典，我想到自己就像一只渺小的若蚁。突然，一声低沉浑厚的钟声在它上空回荡，这个庞然大物在我眼前缓缓旋转起来，接着又有一阵低沉而悲壮的赞歌传出来。我沉静下来，终于对自己说，进去吧。上帝啊，保佑我们，保佑我们爱情长久，保佑我们永不分离，保佑我们永远如此融洽，保佑我的心永远是我的。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主啊，你的话句句都是对我讲的。我在苦难的炉里，你拣选了我，你使我不羞愧，你把我从生命的低谷中救赎，你托起我的灵魂，给我走下去的勇气。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
上帝差派他的天使来搀扶我。索亚说，孩子眼里有沙子的时候，妈妈告诉他不要搓，让沙子随着眼泪慢慢流出来。太英姐说，上帝真的很爱你，他用苦难造就你，用试炼拉紧你们夫妻的感情，用基督的血洗净过去的罪，造一个全新的你，你们的婚姻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每件事情发生都有神的美意，那这里面最大的美意就是让卢西亚一下子他就开始觉得他要来信耶稣，从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生命的里面，他知道唯有饶恕才可以让他们继续的走下去。我也告诉卢西亚说，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刚好接触教会的时候，晴天霹雳的让你去发现这件事情，而且不是你主动，是别人来告诉你。我这其实都有神的一个安排在里面，其实神是要重新的来建立你们的婚姻。这件事完了以后，他爸爸得癌症了。这个情况下，那 我把我自己的事情放一放啊，那我就到上海去。上海去第一件事情，下车的第一句话，我跟金星说我要受洗。我太太呢，从飞机场一下来的第一句话，她说，这次我有一个感觉，我们应该信主了。一刹那里面就是感觉到，就是突然一下子心情平静的来接受这件事情。平常她只要一讲，我马上会想到我不配，甚至我在考虑我信了以后，那么我在我做生意的过程中间是不是对我有影响。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所有的杂念都没有。那时候我就是一个感觉，就是我止不住，就眼泪就流出来，也没有太多内容讲，只是说他说要信了。那我太太呢，就看着我的时候呢，我把头背过去，其实我这个整个人好像是从头到脚有一股力量，好像我这个从我最印象深的，就从我的脑袋开始一直往全身下去，往下去，好像是一个净水，好像一个矿泉水一样倒在我头上，就这样整个往下去。那我当时也自己给自己呢，就是说下了一个决心，好吧，我好像没有选择余地，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让我还不行。我爸爸他自己是个医生，他躺到病床的时候，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他不到一个月他就要去世。他有一天，他就自己突然一个动作，就说两个眼睛盯住天花板，两个手就紧紧地握住被子，一个动作坚持在上面，所有人跟他讲话都不听，都不理。我就在脸上读出来我爸爸对死亡的一种恐惧，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死亡。所以在那一天，在我无助的时候，我跟我爸爸讲了上帝，他听进去了，他当时就在这个时候改变了。改变的时候他就看着我，我爸爸看着我的时候是泪眼，我是没有看过我爸爸哭过。金勋呢，是因为爱父心切，他想要爸爸在生死关头平下心来，然后就说把这个三句话让爸爸一句一句的跟着他念。在念的时候，我想圣灵不仅进入了他爸爸的心，而且更重要的进入金勋自己的心。他说，这是天父打开我的心门，注入我的心中，引我走的路，就这么三句话。我爸爸进来就睡着了，所以我把他手一直放在他身上，他不醒。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以后，他醒回来，
醒回来以后，我就觉得他不一样。我看到他这个脸上就是发着一种小孩子的一种天真的一种表情。接下来我每次爸爸在身体一不舒服的时候就给他祷告，只要他痛苦的时候一祷告他就睡着，一祷告就睡着，是好像止痛针一样。我跟我爸爸讲的时候，我说来受洗，我爸说好啊。他就我老爸就说这天整天就开心的。所以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把福音传给我爸爸，而是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在宇宙中大显奇妙的上帝，在人身上做事同样奇妙。当罪和死突然向金勋一家袭来的时候，上帝的拯救便像大光一样照临他们。金勋和尚宇在父亲的病床前与父亲一起接受了洗礼。我受洗了，金勋受洗了，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上帝重新给我们一次机会，在主里面我们重新开始，前面的旧的我让他死去，新的我重新来过。当金勋和尚宇双双归信耶稣基督之后，获得拯救的不只是一个破碎的婚姻，更重要的是两颗迷失的灵魂。这一对事业双双成功的男女终于意识到，人生真正的成功并不在于财富的积累，而是在于生命中有没有爱，有没有奉献，有没有祝福。有一天我们两个在谈心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好幸运啊，在中年危机的时候突然找到了神，要是没有找到神的话，下辈子怎么过？这些地方的房子呢，就是都是几千万几千万美金以上的，看到这些房子的心里面就发痒，所以每次呢我一看完以后就说这个热情就往上去了，我的目标就是想住在这边去，这是一个人生的目标啊！这个以前从来没怀疑过，最近呢就考虑到这个，你就这样买下去，你所有都得到，就是再得到大一点，一座山或者一个岛，你还是不满足。所以有一次呢，我就看着女儿，就是堆积木，她这个积木在堆堆堆堆堆啊，你一把它一碰翻了、碰倒的时候，她就是在那里哇，这个大哭。这个道理呢，跟做生意的人呢其实一样。你也一样，你自己堆积木的过程中，把全心身都投进去，一切都不顾了。那上帝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样无止境的堆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现在不能说我大彻大悟，但是我现在感觉到，从这个稍微有点感觉的时候，我就看了这个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平常经常可能会看别人的有病的时候呢，就是说看到自己也是一种病态，我就觉得我这样这个一个人生的价值，就这样去把我生下来好不容易做人的一个机会啊，就是为了一个物质上的东西这样去服务，真的好像是蛮可怕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接触了神，我们信了主，心里面呢就说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平静下来，就是慢慢的有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在讲了，我们还好，这个真的幸运。如果我没有碰上这样一个信主的过程或这样的机会的话，我到后面我怎么去了结我不知道。原来呢我们100%的努力是成功了啊，帽子、房子、孩子什么都有了，但是感觉还是失败的，没有成功，因为这些物质上面的东西全没有带来幸福的感觉。没有幸福的话，你怎么可以说是成功呢？那信了主以后才感觉到有喜乐，
脸上才重新有喜乐的笑容回来了。我觉得自己的心突然活了，我的灵好像突然活回来，我整个生命好像又活回来了。就这一点我就觉得好像非常非常奇妙，在这么多痛苦，在这么多失望当中，我的命反而活回来了。黑夜，雨滴轻轻重重地打在屋顶，丈夫和孩子都已安睡。此刻我的心是暖和的，我在灯下翻开圣经，里面写着生命之道。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曾经追逐虚幻的成功而导致真实的痛苦，曾经陷入事业的漩涡而失去生命的重量，陈尚宇终于在上帝的启示中醒悟过来。他决定不再随波逐流地活在世上，他要进窄门，走天路，按照上帝的旨意度过余生。2008年6月，他毅然放弃纽约曼哈顿公共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入读一所美国神学院。图书馆最后一天告别会后，捧着鲜花回家，从此一切不再一样，今生的荣华和伤痛全已尝过，余下的生命只有一件值得去做的事，那就是向世人讲述生命的真相。我有什么可选择的呢？主已铺好了路，我此刻走在一条恩典之路上，我已是蒙召的有福之人了。哪怕路上有荆棘，也是带着灵光的荆棘，而不再是徒劳的血泪。主要把生命之水变成酒，我岂能不接过来一饮而尽？2010年，神学院毕业后，陈尚宇进入一家福音机构，全时间侍奉上帝。他带着女儿离开了长岛的豪宅，钻进北加州一间狭窄的公寓。金勋虽然常常身在中国，但他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自我奋斗的商人了，他的命运已经和上帝再也分不开了。其实我想把自己的所有的条件跟我的能力呢，就是会发挥出来，就为主这个去传福音，把主的那个荣耀呢，就带到中国去，带给我们现在这个13亿人啊，这个在像我自己感觉的这种饥渴，他们不知道。我们经常有人听人家说，哎呀，我好得很呐，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有了，是最贫穷的一种语言呐。当你听到这个人说，哎呦，我什么都有，好得很的时候，你知道他灵魂是多么的贫穷，因为天国没有办法与他同在。让我们走出自我的牢笼，来走到更加宽广的天地里去，走到主耶稣这个宽广无比的荣耀的天地里去。主啊，把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珍惜你自己。